我是 Team Music 听音乐，大家都说学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，但是会变穷倒是真的。大学时憧憬着音乐行业，没想到却从此踏上了这条不归路，看到了许多有才的音乐人在这社会中努力的生存着，却鲜少被发掘，或是故事都不被了解。于是我就这样开始了我的专访之路，用尽所有的力气，看看能否改变些什么。身边很多人不能理解为什么要这么做，为了什么，但不要紧，因为我知道自己坚持的是什么。我知道把作品留下来，总有一天会得到应该得到的掌声。我是 Team Music 听音乐，而现在的我，除了专访之外，我也想跳出主持人这角色，希望在这世界中找到并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。努力的生活着，努力的分享着生活。我是 Team Music 听音乐，我不再只是个22岁的大学生，我想再次挑战突破自己，请大家拭目以待。